空露臀照见光，香肠嘴真很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代班 VJ， 我是 Mrs. Ellie。也许你不认得他是谁，但现在的他，你应该会有印象。师傅，我们去取经吧。听完广告的女悟空，20岁小魔陈亦婷，嗲声取经令人销魂。不过4年前，她却是声音低沉的黑涩惠美眉，外形也差很多。眼睛从单眼皮变成双眼皮，嘴巴从香肠嘴变成薄唇，圆脸也成了鹅蛋脸，被质疑整很大。记者昨天向陈亦婷求证，她却边哭边笑。不要紧啊，请问。他承认自己曾是黑涩惠美眉 Ellie， 但否认整形，也没装娃娃音。那各位装眼皮这个事情，有对啊，没有，没有，一起使用那个脸的啊，脸，你说现在啊，没有装啊，没有装啊，这里可以吗？不止外形改变，他的个性也截然不同。以前大方谈私处，没有，就洗完澡，然后就先上化妆水，然后这种美白。不是，我也要。如今娇羞谈初夜，所以你会想把女性就是初夜留给第一，留给老公吗？会，还不错啊。昨天有读者提供陈亦婷的性感露臀照，她承认是14岁时拍的。这张也是我。面对外界批评，他并不在意。我看的就是人生就是要大起大落的过，这样才快乐。对啊，这样很好玩啊，彻底感受人生的壮志。你说现在？现在就是啊。陈亦婷像孙悟空一样72变，难怪周董会记不得了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